是个人觉得，立法院呢、啊、真的不是很希望韩国瑜当。我觉得如果民进党这一次投去让黄珊珊当，我觉得也很好啊，就是展现了民进党不愿意让韩国瑜当院长的决心。我觉得也 OK， 因为我一直认为韩国瑜如果放在一个普通立委的角色，让他去咨询官员，恐怕让他会更好发挥。因为他们两个都是委员，我们不能够再看到这个韩国瑜跟王世坚大战的场面是不太可能。但是如果韩国瑜去执行官员，比如说有一些人入阁，我随便讲，比如说高嘉瑜入阁，或是赖品妤入阁，或是李正浩入阁，那这些人如果被韩国瑜执行，会不会很好玩？我觉得这种画面比较精彩。就算我们养你们这些立法委员，如果你们干不了什么好事的话，至少用一些画面让我们笑一下，对不对？这样是不是也比较好？总让人民生活有个娱乐，然后不要每天就死气沉沉这样。